吧，兄弟们，四星战队长见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打过去啊。90级的纳西达拿的70级精一记里残章赠一物，佩戴的两流浪两学员，名作灵命的天赋164。81级的草主武器拿的40级精一记里剑赠一物，配的四教官两件没强的三件强16。我靠，俺服了你啊，命座啊真是满命的。然后80级的尼禄武器拿的90级精一铁锋刺赠一物，佩戴的两流浪加两石金天赋153。90级的星海拿的90级精四视作金魄四海染天赋198。90级的飞剑拿的80级精武绝弦赠一物，配的两如雷加两决斗，如雷是带的四星命作五命的天赋26。90级的星丘武器拿的90级精一祭礼剑赠一物，佩戴的两教官加两绝缘命作满命的天赋191。这个90级的白金特然后拿的80级精一原木刀四宗命作五命的天赋141。90级的香灵拿的90级精武渔获赠一物，佩戴的两绝缘加两宗室命作满命的13级大招。喝来四森林都是加零的，来吧兄弟们，四星战队长见识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能不能打过去啊。搞健康吧，给大招老婆跳舞天下我有，这是老婆队啊，我们有四个老婆炸死你们这群单身狗。怎么打得这么慢呢？张灵伤害有点低，来给大招给大，这怪太散了这一波。行，来直接给大，给一请求给大开一脚，张灵给大死吧你，不放香灵的大招了，我觉得不放大招应该是能打过去。拿下，来给大招，好神给大，来一，好低呀伤害，难受。这个队伍有点打不动，换队，上下改一下就过了。那正常来说是打不过的，这个号人家养的好，现在这样上下对调一下就 OK。来把草主换上，两遍啊，得打两遍。这个号如果说这个十二杠他伤害再不够，那就有点难办了。这号现在相当于一个主 C 没有，就是当前版本的强力主 C 没有，全是副 C。来，别让香灵刮到他，我得留他攒充能，也差不多。行，攒充能啊，所有的大招都不放了，星海的大招也得留着，都不放了。OK， 12-1、12-2是满的，这号能不能满全看这样了。如果说伤害不够，那么没办法了，我也没招了。来给大招，给一。香灵给大，目前来看不错啊，高很多比刚才那一队。再见，应该是过了，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过了。我换一下输出方式，耶，你以为我还那么输出？我滚蛋，再见，GG。换一下手法不就过了吗？有时就这么简单。